东西做的时候啊，他怎样？他一定会做，而且他做得很开心，而且做比任何人快。好、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每个学校，可能说每个学校的学孩子哈、哦，我们要去做一个，你知道像做一个什么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哦，社造小学那个哦那些记录哈、哦。那我们在秀明国中啊，全部要写，都要记录孩子的一些种状况，然后去做评估，然后孩子他喜欢什么。说我们一个班级学生有20个、哦、都是来自不同家庭，还有不同特质。我相信老师都知道，孩子是来自不同家庭，都有不同特质。你要去怎样？你要去习惯他，而且要去怎样？不是适应他，是要去磨合他。还磨合我们不知道怎么磨合他、哦、好，那再来正确的观念、哦、科技的观念来讲，常常、哦、各位朋友 AIoT、IoT、哦、或者是机电整合，哦，这些观念来讲，在科技教育来讲，它非常的重要。其实回到来讲，它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嘛，是吗？要解决问题的能力，而且要走向生活哈、哦、实作，而且生活应用的哈、哦、来做一个前导。所以我们观点呢、啊，哈、哦，在我之前的承办人，他可能做的是非常多的机电整合，哦、他也不做电子嘛，他可能做了很多的资科教育哈、哦，他的资科 Scratch 代表他的科技教育，他的。